Tomato Petasan Takalas Wawa， 借着这首流行风的音乐，还有部落耆老的阿嬷所留下来的歌曲，然后将这首现代跟传统结合起来，终于原味也不失去它现代的风格。欢迎我们的孩子，我们的团员表达这个纹面的织布女孩。 织起来，在那里整理着。整理好的毛线要编织成身上所穿的衣服，将这些毛线可以编织成毛毯，是少女们以后的嫁妆。 祖先的眼睛，祖先在保守着他们，也要看他们有没有遵守每一件的事情。
团。